赛哈，本来有第24次球场的严重。现在4:40，现在还在下雨啊。不过看雷达回波，等一下应该是5点多，应该就会好天气了。早上4:50还下雨，本来想5点的时候雨应该会停的，不过又有一波雨进来，想说好吧，那在车上等，就不如来帐篷等一下好了。雨势不大，你看都不用撑伞。今天3:30就起床了，又能再叫了。现在时间太早了。哇，上去！平安大陆躺了大概几分钟，应该早点过来了。他喂完第一班了，母鸟正在这，我们也看到幼鸟啊，有幼鸟。刚才应该是公鸟，公鸟带食物进去，但有一只飞进巢穴，然后。我现在有看到母鸟跟小宝在这里。可以走了。两只幼鸟，这只是小宝吧？嗯，这最小。副长，空中交接没接到。